为了提升顶一辈对男女平等以及妇幼照顾的新观念，麦寮卫生所特别甲麦寮农会来开办讲师，用活动的方式来帮助长辈了解课程，或是大人重心的知识来记伫伫脑海当中。为了提升顶一辈对男女以及妇幼照顾的新观念，麦寮卫生所特别甲麦寮农会来合作开办讲师，邀请乡民做伙来了解。我们这一次是配合卫生所的宣导，那我们很荣幸可以办这些宣导跟讲座，不会因为我们住在偏乡，就漏接了这些重要的观念跟资讯，这些对我们长辈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现代有真侪家长是拢无闲伫咧上班，囡仔拢由阿公阿妈来照顾，这些新观念对是大人照顾孙仔是真有帮助。感觉足好个呀，我感觉讲，阮。八十外了吼，来上这个课，感觉是吼，对阮哦足有好处的啦。啊，搁会当倒来吼，听嘞嘛，会当甲一寡囝孙讲，哦，什么爱注意，什么爱注意。吼，我感觉农会办这那会当互恁来甲阮安尼指导吼，我感觉足欢喜的啦。什么代志拢会知人注意，啊，无阮老岁仔人拢会较会疏忽，吼。先不啦，生查甫查某拢好啦，男女平等啦。食人冷上好啦，囡仔较袂毛病啊。除了性别以及妇幼，卫生所嘛加强宣导肝炎医疗器材买卖以及实地照顾的新资讯，讲是内容是真丰富。盛行率哦，基本上失智症的性盛行率65岁以上越来越多，轻微的认知障碍哦占比较多数。我问您哦，轻微的失智症跟重度的失智症哪一个比较快乐？轻微的。为什么？麦寮卫生所今天来配合农会来做两性平等，然后妇幼保健、因害防治、病毒性肝炎，还有失智症的宣导。这次的活动啊，民众的反应都还蛮热烈的。我们卫生所出来办活动，最主要就是希望民众能因为我们办的活动啊，而增加他们的知识。偏向地区接受新的观念的速度是较慢，希望安尼的讲习会当减少都市以及偏向之间的资讯落差。记者王可传采访报道。